心不属于来，暗时相传无。
Thank you.
往生文殿，三宝供给了超度王世芳，金库中华民国台湾台南市安南区本店路三段420巷8号顺天佛庙观光分寺，设坛红布悬经五天龙凤法会，开始进佛的由共主观音、副共主观成主持，观慈观乐。副主持冠凯，已经冠德、冠仁、冠祥、冠惠、冠成、冠正，凯众善信人永世报恩灵顶，为对师正法当作王生之果，冠金结金，冠金结蛋，释弘冠佛经，冠世音菩萨圣诞之机，恭就恭瑞敬备香华果品。所得妙境，因中基堂上求仙，体结五天发挥正法道场。今日开选开函选列两方宝忏第五愿，现文分章，所一功德转为超度观佛种种，九贤七祖神贤神达，长期三宝功德力，世界最轻身度万业，福愿福功接引。发出可能往生极乐，莲花化成花开见佛，光明发亮遍照十方，五逆五生逍遥快乐，又得给付观佛中身现身大圣智，岁处己亥年二月十五日菩萨。
得得得。